房东，哎，你好，我是第一时间报的案，没有让任何人进来。好，那你们先忙吧。哎，好。这种出租屋一般都是用来短租的，没那么正规，房东也没留意，后来看见偷金莉才发现是黄飞。哎，我去。这又有情况，去一趟吧。没事儿。哼，谁的？黄飞吧。这个二货。这样，你派兄弟在这继续盯着。如果这真是黄飞的，我估计得想起来他回来哪儿。我回村里验验，好，你再扫一扫。师傅，那个给点油，快快点。看你这情况，不像是肚子疼，像是心脏病、心肌梗塞。兄弟，要不你听我的，右手拍拍胸，这样会缓解缓解。师傅，我的身体我知道，你快点吧，行不行？兄弟，你怎么不听劝呢？师傅，那个，我谢谢你啊，我真谢谢你啊。厕所，找厕所好不好？谢谢师傅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觉得你去趟医院看一看。哎呀，不用找了。添乱呢！啊，你赶紧帮我想一份英文的自我介绍。咋回事？我是这样的，晚上呢，我们有一个欢迎新同事的 party， 必须得用英文做自我介绍。不是，我这儿忙着呢，那个你自己解决啊，亲爱的，你上网上查查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好。Oh my god！第一天上班就偷懒啊？我没有偷懒，我在。Who care？ 有事情呢，跟我来。走啊！北京哦 ，Ivy 是吧？准备好了吗？没问题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有事您说话。OK， 你看到了，这些就是 A2 项目所有的宣传材料。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它们都装进信封粘好，下班之前会有快递员过来收送。等一下，这么多，今天下班之前要干完？这只是 A2 项目的其中一部分。哦，听廖美说你的 background 非常优秀，我觉得这些对你来说只是小 case 吧。这都我一个人。小朋友，告诉你 ，BM 可不是谁都能待得下去的。我想到了，借用你刚才的一句话，努力，再努力。神经病啊！
你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干的？啊！上次把黄飞放跑了，这次证物又丢了。你啊，你不是一直号称是警察中的精英吗？什么是精英啊？你给我讲讲。我告诉你，在找到 SIM 卡之前，两罪并罚。你停职吧。哎，不行。 信封我都粘好了。哟，手怎么了？不会是削苹果呀？削的吧？这吃了多少个苹果呀？我没吃苹果，只划的。这么细皮嫩肉的，那下次可要小心点啊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您交代的事情我都办完了，还有其他的事儿吗？ 大概有30个箱子，哎，也许是50，还是100呢？我有点记不清楚了。这里边装的都是书，要书可是最沉的。今天呢，就麻烦你把它搬到 B1 的档案室。特别不巧，后梯今天坏了，那只好麻烦你走楼梯了。加油！ 不上班了，病了？没有，就肚子不舒服嘛，就请个假回来吧。昨天晚上我就听你去了好几趟厕所，你吃药了没有啊？不用吧，就拉干净了。哎呦，那你得多喝点水啊，怎么搞的呀？这是，偷吃什么去了？来，喝点热水吧，孩子。啊，哎呀，暖暖胃啊。哎，妈问你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？ 没跟我说呢？没有啊。你用不着这么紧张，一看你这表情，我就知道你有什么事儿跟我隐瞒了。啊，这好事啊，是这多棒！北京去 BM 公司上班了，北旅行动员了吧？北京进500强了？进什么500强？一个 BM 公司，嗯，他进去干什么呀？他是打扫卫生啊，还是到处给人做饭当小工啊？ 做完了吗？我做完了。艾薇，我听同事说你把杂物间清理干净了。那个货梯还不让用，我就走楼梯把这箱子从23楼全搬到1层了，辛苦了。不过你必须要知道，公司花8K请你来上班，不是让你来干保洁和搬运工的。
当然了，如果你想做好人好事，在工作时间之外，你愿意帮保洁把他的工作干了，我也不反对。但是在工作时间之内，你需要干什么？等会儿等你补充完能量，来我办公室，我亲自给你安排。我明白了。是谁让你清理杂物间的？那是我自己想清理的。好，记住，在职场上，靠的是实力，不是体力。你别以为没跟 Miss Liao 说是我让你做的，我就会感激你。其实我刚刚让你搬箱子的时候，你完全可以 say no， 或者去找后勤部门帮忙，可是你却自己做了，说明你蠢。友情提示一下，像在 BM 这种大公司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像你这种在食物链最底端的小虾米的小虾米，我就是很替你担心哦。咱们是新同事，他现在替我工作，也算是我们第二助理。你介绍一下自己吧。Hello， 丽丽 ，Ivy。嗨，小牛。嗨，你好，小丽，你好。来哈，哎，以后就拜托大家多多关照，多多拜托。韩翔。Alex。This is our new colleague Ivy。Alex。Hi， nice to meet you。Hi， nice to meet you too。What's your job? What's your job? Sorry, I can't understand. What's your job in this company? Cheers. Okay, 大家安静一下。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，想请我们的新同事 Ivy 来跟大家说几句话，大家给他一点掌声鼓励。我想先去个洗手间。到你了呀 ，Go！ 我叫伟金。Hey Ivy， English please。OK， 到家了、啊，我来，啊，扶住我，哎呦，来，哎呦，谢谢啊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新员工聚会我没看住，让喝多了，啊，是我不好，没事了，没事，跟你没关系，没事吧，拜拜，走了啊，谢谢你啊，廖小姐。今天是我不对，
应该帮你一把的。吐出来。哎，你走开啊！哎，什么大白领啊！我今天一去公司，所有人都给我脸色看，所有人都整我。我今天去，我贴了10000个信封，然后我还搬了好几十个大箱子，然后每一个人都会说英文，连接电话的都是英文，他们还要我上台说英文，我不会呀，你知道我真的我觉得很丢脸，我想死。还有什么合同啊？我看让你妈等着我的离职合同吧。好了，不说了。我做的不对。来，说破不读啊，吐出来。你走开啊！好了。你喜欢我吗？喜欢呢。亲我一下。现在啊。这。是吧？只要你不喜欢我，不是我喜欢你，不喜欢我，亲，眼睛都闭死了啊！我想问你啊，如果我真的当不了白领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梅姐，你刚才都约成那样了，我上去巴巴亲你，这还不够喜欢吗？来，这样，你坐动。海伦，你不要背我放不下了。丢人活动到此结束。我还知道呢，估计街坊邻居都知道了。喝点水，好好的睡一觉，小点声啊。感谢米阳对我的照顾。那再说一句，今天进五百强，恭喜啊！我进500强了，我们俩就可以结婚了。从今以后，你。就是我的人了。是的。来，让姐亲一口。好，刚才都亲过了。那什么，来，拿红包。亲过了。我记得那会儿。啊，敲门。啊，看着呢，没法看。站住了啊！啊，看着呢啊，敲门。那什么，妈，魏晶今天进五百强，高兴，多喝点酒。你让开！你叫我什么？刚才叫凤兰，你就是大白鹅，大白鹅，大白鹅，大白鹅就是你，这就是你要娶的人。大妈，行了，闭嘴！你别再去，这才是真实的魏晶。接着说，干嘛呀？你还想跟我动手是吗？啊？500强，这么苛刻的条件，我做到了。我跟米阳从小
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相亲相爱。我们青梅竹马。你已经说第二遍了，说点别的吧。妈，你就是我们的绊脚石。什么？别喝多了。你让他，你让他充分的表演，你接着表演，接着来，演得太好了。妈，我深深的敬仰你啊。嗯，为此我还给你做了一首诗。愿闻其详。曲径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，红掌拨清波，拨清波，哪个拨清波？你陪着他刷酒疯吧，啊，继续刷。不是妈，红掌大白鹅，你不要走嘛，我还有很多话我想跟他说嘛。娘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大白鹅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这死丫头，你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晚？你爸还在底下等着你呢。我爸怎么了？你干嘛去？你喝酒？娘，你怎么灌他酒啊？你我没让他喝。那什么，阿姨，他进世界五百强了，然后高兴就喝那么多酒了，不是跟我没关系。他六百强，你喝酒了？大白鹅出来游泳啊！嘘，别叫大白鹅，这不合适啊。大白鹅是我妈给你取的名。去，这死丫头。不是，不是，就是。妈，妈，妈，安抚完了？我没安抚，被他妈薅进去的。这不像话，你这喝点酒胡咧咧，不能喝不喝嘛。那么，他这事儿做的不对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那视频能删？删什么删？我留着，留个当个纪念，关键时刻拿出来看看的。啊！哎呀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什么呀？告诉你，别逼我啊！我还没给你发朋友圈就不错了。他这事儿做的不好，等明天醒了，我肯定训他。啊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要明天我把他领来，给你赔礼道歉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酒后吐真言。我今天才刚刚知道我在他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还跟他妈一样，急了叫我大白鹅，这分明是在骂我。来啊，这外企公司怎么也讲究感情深一口闷呢？这喝成这样，你小点声行不行啊？刚才是不是跟人对门撒酒疯来的？可不是吗？就那酒份撒的可横了，我告诉你，程凤兰，哎呦，我进 BM 公司了，我可以和米阳来。哎，这孩子怎么跟米阳还有来往啊？我哪知道？行，来啊！这一杯，还有下一杯我。你呢，跟他正常交往 ，OK 啊，没问题。但如果你跟他谈婚论嫁，想让他做我儿媳妇 ，No way。你来干嘛？说什么北京不是二百五吗？这不。
醋能喝，你逞什么强啊？活该。啊，别骂我，好难受，我想死。不是，你想吃点什么呀？我给你做点。吃不下，吃不下，吃不下。哎，我给你弄个蛋羹吧。哎，来一口，来一口，来一口。哎呀，淑芬呐，把我电话拿过来啊。我想揍你，淑芬是你叫的。拿着。欠你的。Hello。姐姐，单位有事儿，快点过来加班。今天不是周末吗？就是世界末日，单位需要你，你也要过来加班，快点。喂。啊，行不行啊？啊，谁电话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，我们公司干嘛呀？让我去加班。啊？就你这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加班加班加班啊！要想人前显贵，必得背后受罪啊！忍忍忍忍忍一忍，早晚有风光的时候啊！来来，我是风光下葬啊！明天到晚就胡说八道的，走，赶紧赶紧换衣服去。淑芬呐，这简直了！淑芬淑芬，你叫着，快点！哎呀，哎呀，好了，淑芬都快去蒸鸡蛋羹呢。哎呀，我都跟你讲上了，快点快点，你赶紧，帮你换衣服。丫头，你说你别叫他，昨天喝多了，你让他多睡会儿。赶紧吧，赶紧吃早饭吧。就是你一天到晚老宠他，还别叫别叫。哎，吃饭没呢？眼球怎么黑呀？啊？昨晚没睡好啊？啊！我跟你说，就凭米娅你的能力，用不了多久，队长也得让你复职。第二声行吗？咱是邻居，一人听见，全院都知道。你这事儿没跟家里说呀？这种小事儿，自己能解决。啊，不对啊，那眼圈黑什么呀？还不是魏京一句妈闹的吗？啊？啊什么啊呀？王菲老家线索查怎么样？我刚收到线报，说这个黄飞确实有个没登记了，全民不知道，只知道叫阿宁，但是这个人一周之前突然就消失了，有人说是在长途汽车站见过他，可是没证据。消失了。找黄飞去了吗？是你要租房子？身份证呢？拿来我看看。何宁。对，照片上面就是我。必须查到这个阿宁的家。那行吧。走。Amy，我叫你翻译那份文件。哦，我临时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把这个事情交给柳晶了。啊，我已经翻译好了，放在您的桌上。我刚从办公室过来，没有。不可能啊！那个 ，Amy 她还帮我检查来着。Oh my god！ 我怎么会知道？我一直很忙，我可没有看到。开会要用的文件，马上再去打印一份。我自己查的呀，这不我工作吗？你的工作？你现在在停职阶段，啥叫停职？你懂不懂？
我这不就学雷锋做好事儿，为人民服务吗？何队，明，站好了。什么态度？啊？你看着那杨队气的，气成什么了都？消气了，消气了。既然来了，我告诉你，经过我们组织研究决定，你周一呢，去中央商务派出所报到，这调令。拿着。这么做，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被招到 BM 公司里边来。安妮比你强100倍，像她那么优秀都会无缘无故被 fire 了，你凭什么顶替安妮的位置？我觉得你在这儿只是拖我们 BM 跟市场部的后腿。你在这里一天，我就会盯着你一天。今天是碎纸机，明天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还没想到。不要狭隘地认为是我个人针对你，我完全是为了 BM 跟市场部着想。像你这种智商，在宫斗戏里面活不过一集吧。今天我就是要正式地跟你宣战。这么重要的事儿关上，关什么玩意儿？关呢？我都明白了，漂亮，你是让我当卧底去吧？你说啥呢？黄飞事儿没了呢，你这是让我卧进去吗？啥玩意儿？那你说啥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起来！我这怎么？我理解了，我这是理解个屁理解！你是你做的吗？你是什么意思？你真让我去当片警去啊？怎么了？我让你当片警，你不服啊？我不服啊！不是你有啥不服的呀？我为啥服啊？那我问你，你犯不犯错？我犯错了，那你犯罪你还要轻重呢？一棍子给我干死啊！我什么时候干死你？我就让你当个片警，我干死你了吗？我当片警干嘛？我行不行啊？有多少线索是来自于基层啊？你瞧不起人片警啊？我没瞧不起、啊。你没瞧不起，你去干去啊！我干什么呀？我行警，我干嘛当片警啊？不是有多少线索是来自于基层啊？你我行警，我干嘛干片警啊？重要事我跟你说三遍啊！有很多线索，它就是来自于基层。我这么行警，我干嘛干片警？你给我坐着。不是。哎，我大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个好警察？我是啊，所以说我让你去当片儿警，啊，是在锻炼你，知道吗？你呀、啊，有才气，有傲气，就这个脾气，你得改改。你将来你是要当好警察的，你不能上来就窜窜，你跟谁都窜。你今儿跟我窜，明儿给你跟大局窜去呗。还有啊，这是命令，必须服从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变了。我变什么？我孙猴子，我怎么变？你别埋汰孙猴子，那玩意儿是。电话。
觉吧，快说。哎，你吓死我了！你看你闺女，你干嘛呢？你，哎呦喂，你干嘛呢？这孩子用功读书呢，这叫头悬梁锥刺股，这你都不懂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哎，给你！别吓死我了，晚上回去睡吧。你们俩要不是睡着，不要管我。我再看一会儿。嗯嗯，老行，我得上厕所了。看一会儿就行了。看一会儿，看一会儿，嗯。The most important for me for me.咱们基层不比刑警队，没那么严肃。听何队长说，你是公安大学的研究生，高材生，是咱们所建所以来学历最高的了。希望你能发挥自身优势，让咱们所更进一步。是。老胡，这奥迪车主等你半天了，什么座驾的事？这一会儿。什么作风？帽子戴上。哦。对了，介绍一下，这是米阳。咱们新来的同事，学学人家的作风。是，立正。你就是那个犯错误被吓胖的刑警吧？以后跟着亮哥混啊！去楼下巡视商铺，拿你的 iPad。哦，好。哎哎，看什么呢？咱们巡逻是看人，不是看货。再看你买不起。买不起才看呢。这次呢，我们要做一个针对这个月份设置的一个特别的优惠。那就是市场部的料子，漂亮。设计的那旁边是谁啊？新来的呀？你说那边那个？旁边这也漂亮啊。要不咱们去外边转转？行，去后边看看吧。好。